他们联名上现由杨明山、吴立明宣布比赛的参赛主持。接着，由裁判长黄昌郎宣布比赛的规则。吴立正选手代表650位运动员宣誓。这项全国性的柔道赛分初中、高中、大专社会四个组的淘汰争段赛和以彰化县为界限的 社会组的南北对抗赛。今天上午的比赛，社会五组轻量级分段赛，台北县的林兆文、宜兰县的韩廷灿、新竹市的庄世新和台中市的曾任奎，在40名选手里面获得了胜利，进入了决赛。